我是潘文，我是这里玉竹《赤名男女》这部电影票房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蓝燕。祝《赤名男女》电影票房大卖，大卖！《赤名男女》票房大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葛天，很抱歉今天没有办法参加我们《赤名男女》的首映礼。在这里呢，我预祝《赤名男女》的票房大卖。这是一部非常轻松幽默搞笑的戏，其中也有很多的大腕儿，然后参与到我们这部电影的创作当中。所以希望4月22号在全国上映的时候可以取得一个好的票房。再次预祝《赤名男女》大卖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4月22号，《赤名男女》正式上映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宁，在这里祝电影《赤名男女》票房大卖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卢正雨，祝子飞主演的喜剧电影《赤名男女》票房大卖。嗨，我是江一燕，在这里要祝福电影《赤名男女》能够票房大卖，也祝福我的老同学邓紫飞拍更多好的电影。大家好，我是刘亦菲，非常高兴子飞新片《赤名男女》马上要上映。作为同学，我非常喜欢子飞的表演，也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电影。谢谢大家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渤。4月22号，非常搞笑的喜剧片《赤名男女》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那在这里祝这部好看的喜剧片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，也希望票房长虹。